大家好，是醉，今天去我们的拳皇酒吧里，这版时光解说这一场是 BJ 对战火球术，双方打一个三问。经过前两局对战，双方是难分胜负，看这一局能否分出一个胜负来啊！铁头功怼上一下，重手金之手连上一波，空中摇摆再次进取，小板边给一个空中摇摆，再搞一个大招，一阵狂连之后，来看布莱恩继续给他一个下轻重脚的追加，板边怼飞落地追加摔起来，然后再搞一个大招接住啊！这是无尽的连段走起来了。落地还有血，那就再摔一次。现在32连气加射已经要服了，看最后一点血。BJ 以 BJ 的打法，剩最后一滴血他也不会放弃。重挫压制，他还是特别的狂，没有任何防御的意思，就是想进攻。但是这一点血已经成不了多大的气候了。接着来看第二局，第二局看 BJ 的真武出场，看真武这局怎么打。哎，真武现在直接进行暴气，但是对手的铁头功又来了，方瑶走。左手天津手接铁头功，怼一下之后空中旋转，来看真武呢，真武后续还是中了一个空中摇摆，空中摇摆没有怼到，下重脚别啊，再次进行破蹲防，这一局火球中有穿三的气势，来看他到底能不能穿三。一个杜克的板边重脚追加，然后空中给一个大招接住，让他无法落地，落地还有两颗气，那就用大招将他撞飞起来，还有血，那就再来一次。真武又给来了个三连撞，而且还鞭尸啊，32连。接着看第三局，第三局看 BJ 最后一个八神，这个八神就是不得不防了，应该想穿他三就很难了，主要有八神， BJ 的八神还是很猛的。哎，首先射路升他一下，跳比风攻打到满屏，跳水进攻，轻腿封位，勾腿想强制破防，对手都可以直接杀出来，但是八神升路还是怼了过去，重手掏一个葵花，葵花爪结两对八九杯炸他一下 ，CD 一次两次接八智女走。来个八只女以后，八神再来一个底波，交锋抓过重手，葵花失误，这个重手其实很难打到啊。现在又被布莱恩掏了一下，布莱恩空中失误，啊，百合哲中招了，这是布莱恩完全没有想到的，为什么这个百合哲会这么的快？底波交锋吸住，重手葵花三式给一个八只女稳，布莱恩被一套废掉。接着看下一局。第四局看火球术的龙二出场，跳地复攻，龙二一个 CD 直接撂出，看八神后续怎么操作，跳地复攻还是被压，压过来之后看龙二怎么办，这一点血八神还这么的狂，你看龙二仍然无法近身，八神又把他压回了角落，闪神这块闪神是骗一招没有骗到，反而被抓得不偿失。哎，八神继续整理一下剑剑，寻找下一次爆发，现在龙二再次把他揪住，前跳抓一个神灵头，跑跑过去下重腿别他一下，八神快手闪身，快手闪身，连续几次闪身，龙二还是向前也不压制，但是仍然中了八神的蒸龙葵花抓结，葵花千元音摁倒落地给地波，小风吸住之后还剩一滴，但是这个好像是强大的打法，掉血量非常的少，八神又被揪到了，哎，哇塞，神百合哲呀，剩一点血 ，BJ 还是那么浪 ，CD 一次 ，CD 两次 ，CD 三次接千元音落地给地波。萧峰接住以后，天堂之眼还要炸，这是滴血翻盘的节奏啊！葵花千羽音之后，八神再来个小跳，哦，没了，又只剩一滴血，闪身被投。大家来一波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